先找到了，早一点点。饼太少了，现切割的。油锅不能特别快的，油锅太快的话放不过来。然后靠你的速度，靠你的饼速。你不像那个现切割的，拿那个现切割的直接来就可以了。看一下，感觉这大了一点。 这也是嘴巴搞开了，把皮划烂了。3.0，6.0，6.0，能不能留点尾巴出来呀？你留一点点尾巴嘞，留点尾巴稍微皱一点。 好，很好，就这样。可以进了吧？这你看从哪里开始可以进的？可以了。啊，可以升的。